斗笠一身轻便，台北市议员罗志强400公里公投卸票之旅迈向第四天，徒步深入桃园大街小巷。见到罗志强，支持者大喊加油，争相合照，人气高。而现在蓝营内部更点名，罗志强是进军桃园选战不二人选。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日前就在脸书po文说，罗志强适合的选区在桃园，因为他有主导议题能力，若能跟蒋万安联手北台湾阵线，能将选战议题锁在北部。前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叶庆元也在脸书大战，如果罗志强选桃园，真是一步好棋。以他的爆发力、论述能力、造势能力，我想很多的国民党相对弱势的地方都会希望他去。未来的可能性我还要再沉淀一下，那我说过等到我这一趟行脚走完的时候，会再跟大家说。面对蓝营内部力拱声浪不断，罗志强则是卖关子不表态。而事实上桃园选战早就烟硝味十足，因为蓝营内部被点名的除了罗志强之外，国民党立委鲁明哲、万美玲也被视为热门人选，绿营则是民进党立委郑运鹏、黄世杰以及前立委郑宝清都被点名接棒郑文灿。因为他们一直把桃园的选民当作他们的痉挛，所以他们以为谁来都可以，那这一点是我想他们不是很了解现代的桃园。只是说桃园已经不像过去一样被视为版图蓝大于绿，虽然罗志强没表态，但最后蓝绿肯定都会推派出最强人选。三立新闻黄大木、周凯台北报道。